彭城王找到了吗？还未找到。太妃，金陵王身负重伤，彭城王生死未卜，而这一切祸起的源头，正是金星献武的陆护军。请太妃立即拿下陆远，严加审问。 沈之，你这是血口喷人，栽赃陷害！彭城王到，殿下。 殿下，济寿救驾来时，还望殿下恕罪，快救三宝！快！金陵王如何？属下不知。金陵王受伤后，便让我来守护殿下。去镇寿阁。康儿，六弟。
拿下陆远。是。殿下，殿下冤枉，冤枉啊！殿下。殿下，这些舞姬是下官为太妃寿宴所献。下官虽有失察之责，但下官真不知他们心怀不轨。前些日子在天香舞房遇到殿下，若行刺是下官授意，为何不当日出手啊？非要等到今日吗？串谋行刺，下官是万万不敢的，还请殿下您明察。可有抓住活口？禀殿下，刺客竟被陆虎军所杀，下官曾尽力阻拦，但陆虎军所带中军刀刀致命，下官有罪，请殿下治罪。刀刀致命，陆虎军何必如此心急呢？本王还想着抓个活口来证明陆虎军的清白，陆虎军竟这么急着赶尽杀绝，这倒让本王更为疑惑了。是下官疏忽了，下官所带中军大多出自军营，上阵杀敌向来不会手下留情，等下官回去一定严加管教。陆虎军，你好了，萱儿还没醒呢，你们这样吵闹像什么话？陆远献舞贺寿是我首肯的，错都在我。我听闻今日健康有人在跳送君行，心中好奇，便让陆远找来舞姬献舞，可不曾想让他们有机可乘，害得殿下和萱儿如此。殿下要怪就怪母妃吧。儿子并无此意，母妃莫要如此，怪只怪奸人太过狡诈，那些舞姬背后定有主谋，儿子一定要将他们抓住，予以严惩，绝不让六弟白白受伤。沈直，在，清查府内，将可疑之人通通清出府邸，加强巡戒，绝不能让母妃和六弟再有任何危险。至于行刺一事，继续调查，一定要揪出幕后主使，本王要亲自审问。是。殿下，你也受伤了，赶快去找医官看看吧。多谢王妃。本以为几个小小的舞姬掀不起什么大浪，可没想到竟然在彭城王府布下如此大局，参与人数竟如此之多。既然他们的目标也是彭城王，那跟我们不正是同道中人？我们在明，他们在暗，今日若不是太妃，这罪名就扣在了我的头上。而彭城王，他绝非我们想的那么简单啊。胡军，还有一人在逃。抓活的。是。